大炮，好兄弟，这笔血债我一定会让鬼子还的，你安心去吧。 为什么不开枪？为什么不开枪？等等，王连长，你看看我手下的兵，没有一个孬种。向死去的营救队的弟兄致敬，鸣枪。 佐藤大佐，你天衣无缝的计划又失败了，还害得我们的部队损失了100多位战士。我已经重新组织了部队，正在沿路搜查，我相信他们没跑出我们的包围圈。你还不明白吗？这支中国军队不一般，不要太轻敌了。我的大队。 是一支精锐之师，从来没有碰到真正的对手。下一次，我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。哎呀，啊，走！你别扶我，你们走你们的吧，老子不会拖你们后腿的。滚！马上就要走出鬼子的包围圈了。 我们不可能丢下你不管，去！少来这套，老子不稀罕你们投降。你别一个一个老子，别忘了，你现在是个瘸子。佐藤君，这可不是你个人的荣辱，这关系到机密，抓不到克莱尔，你还有你的那些所谓精锐部队，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罪人。我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。 怕你还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水看报纸呢。不是为了这次任务，我看我们是话不投机。有鬼子，快进山洞走！这里没有人，我们还是回去吧。你个胆小鬼，是不是害怕了？我们还是回去吧。哼，胆小鬼，看我的！ 嘀咕什么嘀咕？This， 你个大萝卜，你哪儿好啊，都想抓你。别说了，快走。忍着点，忍着点。没事吧？ 注意警戒！是，车把上，连长，放下！回来了，屁股都破成那个样子，还不老实点！车把上，你放老子下来！老子现在就该带圈！你还是先治你的破屁股吧！你放下来！你放开我！听见没有？哎，解开！松开我！哎，哎，给我解！给我松！连长。 你抓住什么了，连长？我完成任务了，大萝卜，我把他带回来了。哎，你到底哪儿伤了？来，让我帮你看看伤口吧。我没受伤。哎，谁说我受伤了？刘武松，有，说哪儿伤了？
Bigu. Yeah. Bigu. ，怎么没看见他？哎，大炮呢？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了，没了。队长，你把康大炮扔下了，你把大炮弄哪去了？哎，你把自己兄弟扔下了，大炮呢？把康大炮扔到哪里去了？那喝什么？ 你，他们，活的死的都是我的兄弟，我谁也不想扔下。看什么走？对不起 ，everybody。 Sorry.太君，他是我家的一个亲戚，又聋又哑。哎，马青啊！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走。Oh my god！ 大鼻子回来了。 哎，秋燕，我又回来了，秋燕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。好，你们聊，我们下回见。好了，我就知道你走不了。你看到我回来不高兴吗？我很不想走，所以上帝又把我送回来了。欢迎你回来。 谢谢，克莱尔。 喂，是，我是周静波。好，我现在就拿过去。静波，对这份电报你怎么看？你是长官，我听你的。王江毅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？还没有。 不过你放心，只要王江毅来电报，我会第一个知道的。这件事情，只要掌握了王江毅的动向，就好办多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我是担心，王江毅执行的是薛岳的命令，如果他完成了任务，直接把人和文件交给薛岳怎么办？你的担心是对的。
我已经想好了，只要王江义那边一有消息，我会立刻动身去接应他们。看来你早都想到了，我是有一些班门弄斧了。咖啡，你最喜欢的。 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咖啡啊？我不但知道你喜欢喝咖啡，我还知道你在美国读书的时候，有一个恋人也叫做克莱尔，对吗？杜策梦，你在调查我？别误会，景华。要知道，喜欢一个人，就想了解他的过去，想知道他的一切。别开玩笑了，好吗？我没开玩笑，我是认真的。 扎营，队长，这狗皮膏药可又贴上来了啊！路是人走的，愿意跟就跟着吧。哎，这王江义分明在给我们抢人，干嘛对他那么客气呢？前面就是白虎岭了，没时间跟他们磨洋工了。张队长，我们都听你的安排，走。这堂堂国军。 死活都不要脸，那谁也没有办法。嘿，白虎岭路千条，没有一条是给活人走的。告诉弟兄们跟上。左藤君，你口口声声说插翅难逃，现在怎么又让他们逃了？小野君。 他们中国有一句老话说：“要把眼光放远一点。”我看现在这帮散兵，他们已经把老本拼得差不多了。你别忘了，在湘西的这片丛林里，一直没有补给的部队，他们将会自寻死路。我是不是应该把你这种盲目乐观的看法汇报给总部呢？哦。 枪，你给我打死！这枪就该归我！我告诉你，这枪是我从镇上抢的，明明就是我。枪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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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枪
这小鬼子明明是我打死的，这枪就应归我。这枪分明是我兄弟在死人堆里捡来的，归你，你知道这什么枪吗？这狙击枪。<笑>说泥土，一点都不冤枉你，你都不知道什么枪，就想要啊？你谁说不知道？ 这叫德国造毛瑟式98K狙击步枪，又叫98式短卡兵步枪，是由德国主力制式步枪改造而成的狙击步枪，对吧？对，弹径7.92毫米，有效杀伤射程1000米，采用双排交错并列的内弹夹，使用5发子弹装填，同时也可以单发装填射击，对吧？ 对，射程远，精度高，小鬼子的99式狙击步枪和他比起来，那简直就是缩头乌龟不堪一击。一个好的神枪手可以在1000米之外把小鬼子一枪毙命，对吧？对，还有，停，别光耍嘴皮子，有本事咱比划比划，谁赢了这枪就归谁。行啊，你想怎么比？ 队长，他们抢我枪。张队长，你的兄弟不讲道理啊！这枪明明是我们的，他非说是他的。队长，那鬼子明明是我打死的，这枪该归我。啊，行了，别争了，不就一把枪吗？来，把枪给郑队长。哎，别，不用不用，既然你们各持一词，那就比试一下吧。咱不能比这下子了。既然是抢枪，那比射击。怎么样？ 没问题。好，但是咱们要玩，就玩高级的。对，咱们呀，闭上眼睛打。闭上眼睛打，是闭一只呢，还是闭两只呢？废话，当然闭两只眼睛了。闭两只？那不瞎打吗？ 你的目标物在我头顶5公分处，来，预备！队长，队什么长啊？你敢不敢打？你不敢打，你跟人抢什么枪？你把枪还给别人。他行不行？你到底敢不敢打？来，预备！不是，好。
到你了。请吧，大林子，怎么样？你行不行？试试吧，试试，别把老子的命给试没了。你到底有数没数？放心吧，连长，没问题。蒙上，有罐头吗？有。给我拿个水壶。陈天明，有。左前方50米。我身高1米75。目标，我头顶15公分。预备，放！放！连长，你没有重要，算了吧。抢你的了，是。我实在搞不懂，这些中国人是怎么想的，仅仅为了一支狙击枪，就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。我厉害吧？厉害。你说他们虎了吧唧的，蒙着眼睛都敢整，我挺准。你他妈睡觉去！哎，我这怎么可不是一朝一夕能练出来的。队长，寄东西呢。哎，队长，你这小本子有没有记我今天的表现？今天的表现我都看见了，不用记。队长，你也太抠门了，你就表扬我几句不行啊？没表扬你，你就飘了；再表扬你，就要飞了。小雨姐，正 ，What you did today?Stupidest thing I've ever seen。我想罗伯特他是想说……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想说什么。你别走，你也别走。你们白天那是干什么？争强斗狠，那是胡闹。你们万一出事怎么办？我们剩下的这些同志们怎么办？他怎么办？队长。你忘记了我们营救队的任务了吗？你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了吗？罗伯特，今天的事儿是我和他们的游戏，男人和男人之间的游戏，女人不明白。Game。行了，明天还得赶路呢。
宗丹回去休息吧。 五儿，到。叫张楠和老同志来一下。是。队长，你叫我没？哎，来了。队长，怎么样？白天的事儿都看见了。你就没有想想？ 万一薛春贵哪股筋没搭上，那一枪不是把你的瓢都开了吗？我们的任务让谁去执行去？这不闹了个大笑话吗？这样吧，作为党小组组长，我今天当着你们二位的面，我正式做个检讨。我保证，以后再也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。你们两位以后多多监督，好不好？ 我一定会注意的啊！行，早点休息吧。好，哎，嗯。队长，嗯，是不是又想扛大炮了？提起扛大炮，我的心里都不是味道。王江义他真不是个东西，恨得我这牙都是痒的。 可是你们要记住，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是秦远州，不是王江义。连长，连长，前面发现了鬼子的侦察兵，他们好像知道我们在哪了。还有多远？大概半个时辰。告诉弟兄们，集合队伍准备出发。是。 集合！留守，准备出发。好。给师部发电报，就说我们要去芷江机场。不抓那个美国大兵了。抓紧时间执行命令。是。郑队长。郑队长，鬼子已经跟上来了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跑呗。往哪儿跑啊？你想留在这儿挨打吗？ 我正要告诉你，我跟我的上级汇报过了，我要带美国人走。不可能，我不是要跟你商量，我是要告诉你，单凭你们的力量，是逃不出鬼子的包围圈的。单凭你们的力量就可以逃得出去吗？所以我想了一个万全之策。好，我洗耳恭听。这儿离芷江机场最近，那儿有美国人驻守，我们把大萝卜交给他们。至于是去桃花山还是跟我回七十三军，今后我们再商量。我有我的任务。 我不可能跟你合作的，我已经跟我的上级汇报过，我还没跟我的上级汇报。你现在可以跟你的上级汇报，目前不可能。我的法宝机被打坏了，可以用我的。通知郑大勇，为了考虑到国共合作大局，也为了保证美国人的安全，同意他和王江义警卫连合作，护送美国人到芷江机场。 郑队长，这命令可不是我下的。出发吧。集合队伍准备出发。集合，出发，准备出发。集合，是，准备出发。是。连长啊。 我建议走这条险路，左城没有山地作战经验，追不上我们。有道理。我的部队常年打游击，你的兄弟们行吗？不用担心，都是军人，我的兵不会输给你了。另外，国走。好。好。
队长，此路不通，没发现任何敌人踪迹。你说什么？消失了？嘿，怎么回事？我们一路跟踪，但这两支队伍在白虎岭山脚下失踪了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哼，他们一定是飞走了。小野君，现在我们应该团结一致，抓住美国人，这才是帝国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。你说的对，佐藤君，我相信他们没有消失，而是进了白虎岭。白虎岭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，这不可能。就连当地的猎人都不敢进入白虎岭，白虎岭地势险峻，野兽出没，还有令人恐惧的沼泽地。如果进入白虎岭，那就是自寻死路了。新四军打了这么多年的游击，他们最擅长的，哼，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喂，继续侦查，一定要找到他们的确切位置。哎，佐藤君，我们应该尽快向白虎岭出发。不，我一定要等到他们的确切情报。坚持一下，明白，原来消息。大家休息半个小时。小李，啊，把车上，休息。你可算休息了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还有劲儿说话，看来不是很累。连长，咱胆儿是不是太小了？啊，放着大路不走，钻着树林子。笨蛋，佐藤的部队是辎重部队，平原作战有优势，进了林子就变成废铜烂铁了。我们轻装前进，当然追不上我们。哎，那还咱抓美国人了？说话的时候动动脑子。坚持一下吧。小野君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在做你不敢做的事情。你要背着我擅自行动？擅自行动？哼，我只是在告诉你应该怎么做。难道你要冒死进入白虎岭吗？我相信我的情报来源。你必须给我一个确切的情报再行动。完了，彻底坏了，开不了了。哎，老板有什么指示？截获薛岳给新四军江南挺进支队的一份电报。怎么说？薛岳让王江义的警卫连和新四军队伍合作，护送美国人通过白虎岭，到达芷江机场。看来戴老板没有猜错，史迪威跟延安之间确实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只要我们能够抓住克莱尔，搞清楚他们之间的秘密，你我就要官运亨通了。能这样的话，自然是最好。你好像对我的美好期望不屑一顾啊？不是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我们抓人立功也好，加官封爵也罢，最主要的就是先过眼前这道天线——白虎岭。下车吧，剩下的路要靠脚了。
邓队长。哎，王队长，还没吃饭吧？来点。你们这伙食啊，太差了。来吧，这是我的一点意思。酒。哎呀，你看你们这太客气了。那行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好好好，哎，来兄弟们，来来来，都出来都出来。啊，那个王连长给大家送吃的来了，感谢感谢感谢。谢谢王连长，谢谢王连长，谢谢王连长。你这么多弟兄，这两盒罐头恐怕不够吧？去再拿点去。是啊，咱也没多少。哎呀，那就算了，意思一下吧。把备用的拿来去。啊，好，老锅盖，哎呦，老锅盖，来，东家，哎，来，来，王连长，坐，来吧，郑队长，太客气了，你看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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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连长，这给你，我执行命令的时候不喝酒啊，来，给弟兄们分发了吧，友军弟兄们吃罐头了，来，谢谢。来来，别抢，别抢，别抢！好，来，这些不是你的。啊，张楠啊，到队长，来来，让同志们多喝点，暖暖身子，解解乏啊。啊。是，队长，队长，过里允许咱们喝酒，来喝。哎，张队长，这一路走下来，我觉得你们新四军跟我想象中的真不一样啊。那你以前觉得新四军应该什么样？三头六臂，八二平原。我想啊，这个新四军不是什么正规军，总是钻林子打游击。可没想到你的兵啊，个个都是训练有素。你看他们军装旧旧的，但每个人穿起来都整整齐齐的。尤其是你有勇有谋，我实在是佩服啊！哪是过奖了？来，再喝点。好好好。哎，喝点酒。哎呦，暖暖身子。酒可是好东西、啊。是，那好东西就多喝点啊！这辈子就好这一口。喝吧。怎么样？好酒，好酒啊！哎，还是喝，哎，喝，喝，喝。我挺羡慕你的，堂堂的国字号部队，啊，要什么有什么，别拿武器来说吧。德国毛瑟，捷克的轻机枪，柳林的大气炮，可惜啊，就是。喜欢打自己人，中国人打中国人，不是吗？你我两军是互相杀戮，我只听上峰的命令，你我说话都不算数。哎，有一件事儿啊，我就奇怪啊。听说你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，情况挺准确呀。道听途说。按照你的资历啊，怎么着，现在也应该是一个团长了，怎么还……哎，这个就不提了，一言难尽啊。行，不提了。哎呀，这酒挺厉害啊。哎呀，不行了，对不住啊，我有点晕了，我先歇会儿。怎么样？那行，那你慢慢喝啊，多喝点啊。领导，友军的酒量很大呀。